你把我要的准备好，你要的我也会给你。 你在干嘛？你要用电脑啊？哦，嗯，学校突然催我交论文，明天一早就得交，所以想借一下你的电脑。论文？哦，哎呀，老公忙着写作业，怎么帮我生孩子呀？ 什么？没事，我帮你输密码。金小姐，其实……我想起来了，我还有一台大点的电脑可以给你用。 气氛下，人家在写作业，我却在想些废料。小萌，我坦白告诉他，要是我直接跟他说，帮我生个孩子，我论文也差不多了。 现在不光是打了金副总，还砸了他心爱的小竹子，他会不会记仇，把我开除了？店长，你怎么来了？说了不要叫我店长。啊，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嗯。 金副总，梁晶晶，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这里卖咖啡啊。哦。哎，金副总，您不用去点单，这里有美式、拿铁、澳白，您喜欢哪一种？谢谢，我自己去买单就行。别，您让我请，您一定要让我请。真的不用客气。金副总，您就让我请吧，我需要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 我本来就是想借个充电宝。啊！哎，金副总，完了，这回真的要回去继承家业了。
生孩子的捷径，一起看亲密电影，唤醒身体的本能。礼拜六早上八点，这个时间看电影，你不觉得太早了？这部电影我想看很久了，但一个人又不敢看，你陪陪我嘛。泰坦尼克号又不是鬼片，为什么不敢看？我怕我脆弱的心灵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结局。哦，好。嗯，金小姐，你是不是冷啊？我给你拿被子。别动。就是现在。My heart was pounding the whole time. 什么情况？剪板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接着看。嗯，nervous。千万别删了。金小姐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们出去吃东西了。好。欢迎光临。嗯。你先找个地方坐下吧，我先点点喝的。晶晶。小北，你怎么来了？怕你的店倒闭，特意过来光顾一下。我谢谢你啊。怎么，心情不是很好？我最近得罪了我们公司一个大领导，三次，再有第四次，我看我就得失业了。大领导？那位小金总？我这个级别是接触不到小金总的，是另一位领导。哦，行。我们坐那儿。哎，小北，关于我们小金总，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新的八卦。什么八卦？我听说啊，我们小金总对我们学校一个学弟展开猛烈追求，那学弟就上钩了。我听说现在已经秘密结婚，变成小老公了。小金总，公司最近还传我什么八卦了？没了。说你最近找了一个小老公。走了，小老公。其实我就是你们小金总的小老公。啊，